主道集团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是建设在高海拔、高地震烈度、复杂风场环境下的超大跨境钢横梁悬索桥。大桥全长1411米，主跨1100米。 在过去呢，我们是通过人上路现场查看的方式进行桥梁的检查，但现在呢，我们更多的是依靠科技的手段，进行桥梁的检查和养护。它相比较而言，它得出来的数据更加精准、更加科学、更加权威。